大家推荐好吃又健康的营养料理哦。我是健康小卫兵，小朋友们快来跟我了解健康的饮食吧。小卫兵，小卫兵，我应该吃些什么呢？我来帮你看一看。你得做到不挑食，什么都要吃，这样身体才会变得强壮。蔬菜小肉丸，玉米是非常健康的食物呢。有很多营养物质哦。滑动萤幕，将食材切开。让我们的身体更强壮。给肉丸翻个面包，给肉丸翻个面包，身体强壮壮。番茄三明治，番茄是很健康的食物哦。把番茄捞起来吧。小卫兵，我应该吃些什么呢？这个问题交给我。根据你的情况，推荐你吃米饭和肉肉。米饭和肉肉可以让身体充满力气。牛排，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很多很多能量哦。先来制作牛排酱料。
上酱料更美味。吃鸡蛋，身体更棒呢。点选锅给牛排翻个面包，牛肉真厉害，帮助身体打细菌。切开，身体提供能量，不可以不吃米饭哦。吃了就能有力气，营养料理做好了，快喂给小伙伴吃吧。健康的食物真好吃。小卫兵，我应该吃些什么呢？我来帮你看一看。你需要多吃鱼肉、胡萝卜。鱼肉和胡萝卜会让眼睛看得更清楚。鱼排。拖动喷头浇水，给鱼排解冻，鱼肉鲜嫩可口，是非常健康的食物呢。找一找，鱼排现在需要什么调料呢？
起锅喽，把鱼排捞到盘子里吧。鱼肉上桌吃光光，天黑眼睛看得见。胡萝卜鸡蛋面，先去处理别的食物，让面团醒一醒吧。可以做成面条啦。面条是美味又营养的食物。看得清。